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今日は前橋へ行きました。今人과기가前橋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离东京差不多要有三点钟才有到。这个物件来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啥？大家来看一下，吃看卖一下，不知道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对前橋是咱搭地铁倒来到我住的所在，差不多嘛要有三四点钟的时间，所以这可以嘛差不多拢两起。不过嘛不要紧，就算伊两起，应该嘛是会使吃。我即马来吃看卖，我来来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饼，看起来有好吃对不？即马我来吃。原来这内底就是有一个红包，有机会若去买巴士啊，请去来买哦，一盒1200一票。